哇塞，应该不换，实在不成再回去一回呗。你现在我们是在北四环的中关村三桥，现在是晚上的6:50，然后那个今天因为马上就到中秋节了嘛，然后大家现在又是送礼又是干嘛的，然后再加上今天还下雨，所以导致北京的交通非常拥堵。现在可以说北京的公路上就等于是露天的停车场，对，那是可以说寸步难行。我们现在已经在这儿走了一个多小时了，才走了有3公里吧。别吹牛啊，真的很堵哎。不可能啊，你那个那论以前没这么堵吧。没有没有，平时这点走的话基本上40-50迈车没问题。你看看现在是基本上就是保持着10迈啊，每公里10小时的速度前行啊。这往